两个人，有没有人想要知道他们所谓的秘密是什么？现在都不是什么秘密了啊，都结婚了，对不对？讲来啦，交代一下究竟是什么秘密啊？没有他们，没有今天的你们哇。我的妹妹二姐大姐就去带她咯。哇，你们伟大，来掌声给这些妹妹跟姐姐。哎，你们也千姐是红娘啊，没有你们这样努力去带新伟哦，这样子今天没有她成为你们家里的新的。这样我想问另外啊两个，其实你们知道他们假假偷偷出去的，你看什么秘密啦？你看点头点到。其实没有什么秘密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今天看到我们两个人光明正大，经过十年的爱情长跑，终于在一起，终于变成老公和老婆了，开心吗，安迪？开心啊，开心吗，安哥？啊，再次祝福我们台上的新伟还有麦。